发现个有意思的事儿啊，这个车打不着火了，放火搁那烧呢。这边的管拧住了，我好了。嗯，有吹风的没？没有。有吹风的，呱呱一吹这个。我拿火烤的。嗯。对，就这边，这边拧住了。不是拧住了，这是柴油车呀。啊。冬天最怕这个，是吧？哎呀，我们转换。啊。怎么了？哎，烧壶热水试试，烧壶热水往上浇一下。嗯，你上楼坐就行了，往上滑一浇。要不然拿火烤烤不到，不如水来的快。要不要了？你拿烧水啊？你看那个老头家钥匙会，不是人家老头家钥匙盒，人其实这种情况我比较有经验呢，我就是用火烧吧，就是是老办法。现在吧，最好就是有那种吹风机，知道不？再加上热水，效果啊都比这个用火直接烧要好。